没想到最近秋秋人二创的含金量居然这么高，先是这群从各个角度都完美还原秋秋人的舞蹈区播出，小虎看起来是戴上了面具，实则是摘下了面具吧。然而直到听见下面这个用秋秋语写的歌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秋秋人专家。简直太好听了，可能这就是秋秋人手势吧。